阿文总是这么认真，真希望我也能跟他有一样的干劲。中午到底要吃什么啊？好想吃鸡排吧，但水饺也不错，好难抉择啊！好，就决定是鸡排饭了，而且最好是隔壁街的陈记鸡排饭。不，严格来说，我现在已经无法接受其他食物了，只能是鸡排饭，陈记鸡排饭。接下来的一小时，阿文脑海中不断演练着吃鸡排饭的情景，已做好吃鸡排饭的心理准备。你的心到了吗，阿文？是的，出发吧。Hello， 各位，这是我升迁，周五我请大家吃火锅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的我根本没办法吃火锅，我的心已经在鸡排身上了。我想吃油腻的炸物啊！突然要我吃用煮的肉，我实在不难得的午休。大家走吧。哎，其实火锅也不错嘛。经过了15分钟的酝酿，我的心渐渐能接受火锅肉了。况且又是免费的，我在闲什么呢？没错，火锅。现在我只想吃火锅，其他的不要。啊，没开耶！那我们去吃隔壁的凉面吧。抱歉 Tony， 如果有其他选择我也不会这样做，但吃我甜甜圈我也有吃啊。